安的，原来是你。原来是你，
二官，没事吧？哎呀，金山呢？抢救呢，看这小子造化了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撞了一下。哎，说起来我比金山的命大。你看，我的枪炸膛了，还有这种事儿，哼。他没变你，对吧？江毅不会白白牺牲的。对新义的通缉令已经发出去了，我们一定会抓到他的。走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行动算成功了，大家也都安然无恙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林佳音根本就没有辩解。如果不是他刻意的引着国安的人跟到配件厂，可能根本来不及截获这笔交易。那他为什么一开始非要杀你呢？想什么呢？啊，有个事儿我一直没想明白。既然决定不让你参与这次抓捕了，周寻为什么还要把我哥透露出的配件厂的具体位置通知你呢？周学，你问这些足够上网上比对了吧？你消失了这么久，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。希望你和妈妈别怪我，因为我是警察。Thank you.
原来是你。哥，你怎么样？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从你第一次就想杀红玉的时候，在你心里，你是不是一直认为是我弟弟杀了吴正一家五口？所以当你发现他不是我以后，你就想亲手杀了他。你哥还和你在一起，是不是可以相信吴正不是你杀的？希望你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。佳音，你为什么擅自脱离专案小组单独行动？这不是第一次了，专案小组的卧底行动总出问题，我和吴征之前就有所察觉，专案小组已经遭到了渗透。渗透？不一定是专案小组内部出现了问题，也有可能是专案小组外围的某个人泄露出去的，也说不定。我不会再回来了，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林佳音这个人了。老师，你真的就这样离开支队了？关于这个问题，你问了我多少遍了？我又跟你解释过多少次了？可是，支队需要您。我入行这么多年，前前后后走了多少人，也没见过少谁破不了案的。快回吧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们也需要继续和您学习啊。学习，只要您有心，跟着周巡还有你爸爸一样能学到东西。走了。哎，那如果是我想让您留下来呢？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？这个不好说，也许三五天，也许两三周，甚至十几年，不敢确定。爆炸使许多金属碎片刺入了他的身体，其中两块碎片的一块伤到了他脊椎，另一块呢穿过了他的颅骨，伤到了脑叶。如果说他身体不是特别好的话，甚至都撑不过手术。目前还有生命体征，已经是奇迹了。这个人呢？与200多支枪的交易以及3起谋杀案有关联，也算他罪有应得。就这样吧，等他醒过来通知我。好，好，我抓紧时间审问。好。哎，刘队长，你看他这种情况，就算醒过来，他没有任何行为能力了，没有必要非得再给他戴手铐吧。另外，护工给他换衣服的时候。很麻烦的呀，再说了，别的病患和家属看到了，影响也不太好啊。将就接吧，
我不想第四次谋杀案与他有关系。说吧，那200多支枪是从哪来的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大哥都不告诉我们。这个人认识吗？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那这一张呢？这个不就是那天晚上来过的一个买家吗？这个姓季，一个前客。这不就是那天被金哥那个吗？嗯。他身上的东西都被你们给录了吧？您说的是那个手表和项链吗？我不知道是他身上的。那天交易的时候，金哥让我收走他的手机，不过后来人挂了，也用不着还他了。手机？他哦，正常指派工作，不是潜规则啊。怎么了？关宏峰现在不在了，你把他转给你当助理了。那怎么着？我把老关再招回来？啊，不必。我认为，即便是关宏峰现在不在支队了，你也应该派人盯好他。哎呦，人都不在京港了，盯个毛啊！哎，你闺女刚送他上了飞机。送他？啊，他去哪了？说是长春那边有个什么技侦的高级讲座，人家请他过去讲两堂课。你就这样任由他一个人去长春？哟，那边零下20多度，我怕冷啊。周队啊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对关宏峰，难道我们不应该一直对他保持严密的监控吗？这都快一年了。是不是？我也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证据证明他和他弟弟勾结。再说了，人家协助咱们工作的时候，帮他们破了多少大案要案，人家不也是不分昼夜的陪咱们连轴转吗？就冲这，我们还挖空心思想着整人家，那好人没活路了。要这么说，我明确表态啊，我反对你的意见。我认为对关宏峰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。那随便你，反正整人不是我的强项。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啊，对了，从你炸膛的枪上提取的指纹，你筛查了吗？那你什么意思？搞什么名堂？老刘，你说咱俩共事这么多年了，我一路从你的下属做到了你的上级，虽说平时彼此没什么好脸色吧，但情分还是有的。这事儿水太深，我怕你淹死，别掺和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你什么事儿？有没有都不劳你费心。之前孟州某集团贩枪的案子，叶方舟一直在外围时隐时现，这里边肯定有问题。我会一直查下去的，到时候一旦我要查到你在这里边有问题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老刘，记住了我这句话，你是有儿有女的人，悠着点儿。开工了啊！这期的白夜现场啊，咱们要推广的是极客 APP。我看你们几个平时都要用哈。用。来，我先听听你们的用法。我呀，平时工作太忙，没时间刷手机。极客呢，可以把我从网上所喜欢的东西啊，整理好了之后推送给我。嗯，每天只需要刷10分钟。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极客 APP 有个定制功能特别好用，我偷偷追踪了关宏宇。他给哪个小妖精的微博点赞，我都一清二楚。你们别告诉关浩宇啊！啊，不会不会不会。哎，我女朋友也总刷极客 APP 啊。你感兴趣的，极客都有。
喂，我这半天听下来，就你的课讲的最精彩。你胆子也忒大了，连技侦的培训课堂都敢往里混。那个阶梯教室冷得跟冰窖一样，大家都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谁能认出来我呀？不过说真的啊，你讲的确实好，等回去了有机会多给我开个小灶啊。你干嘛要冒险千里迢迢跟过来？我觉得整个事情感觉越来越不对了。你跑来跟进林佳音的线索，我不反对，但是佳音提到的那个情报前科，黑白两道都很关注。周巡知道的话，就算他自己不过来，很可能也会派其他的刑警跟过来。有川官一的出面，很多问题就不好问了。再说了，如果我一个人的话，肯定是夜伏周出，再加上还得跟你交接，有个同事在身边肯定是不方便，对吧？你是说二道区那个酒铺？要不我替你去吧。你别搞得我好像生活不能自理似的，现在离天黑还早着呢。刘队，所有手机都在这儿了，大部分都是孟中某和金山为了保密，他把给手下的一些功能单一、款式老旧的手机。怎么没有季节的手机啊？所有的物证都在这儿了。把金山的手机给我。叫小李接电话。哎，刘队，您找我。嗯，小李啊，我需要你在保密的情况下单独帮我查一个手机号码。好的，是什么号码？您说。13426049636。哎，刘队，这个机主叫季杰，不就是之前那个？啊，你听我说啊。如果一个手机号码已经不存在的话，还能做三角定位吗？以现在的技术来说，其实很难实现。是这样，那好，你呢，把这个手机号码近一个月以来所有的通话记录都给我调出来，一会儿我回去当面给我。好，您放心。啊，对了，保密啊。是。再长那票长怕了三姨啊，来，以后你们有事就别说话了。咱脸上给发出去废了。来，兄弟，来，一路上辛苦了。来，谢谢，上来啊。我吃吃吃吃。等等，老板，请问有个叫乔森的是你们这儿的常客吗？我问你整点啥？麻烦您告诉我怎么找的，这个算我请你的。啊，老乔早就不在我们家喝酒了，你要找他上后三家子找去。后三家子啊？谢谢。哎，我这儿只卖酒，装他妈什么大款呢？滚犊子！哎，哥几个，消停喝酒，消停，稳当喝酒，稳当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支走了。放心吧，
啊，整个支队都是你的后盾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你支队要派他去，他是刑警，就得干活。派他什么任务，他就得去。这你也过问。他还是个孩子，没经验，你不能让他独立承担。你少说点官话会死啊！ 啊，你不能指望每一个公安干警那都是高大全样板间吧？公安也是人，也有优缺点和长短板，你怎么着得多考虑考虑人家的长处和优点吧，别一上来就挑人毛病好不好？可这行吧，这行，你也别着急了啊，您说正事儿。我跟小王要赌一个那个飞场的，您要不要去？不了，我正在查孟征谋那批武器和季杰背后的买家。哎，那是人家市局的案子。 这个时间是季杰遇害那天吗？零四三幺是哪的局啊？大哥，搁这儿去后三家的路可不好走啊！这刚下雪，你可慢点整啊！哎，对，记着点，一天二百啊！过了晚上10点可算第二天啊！放心吧，我晚上就回来。慢点开，慢点开。 我放的时间有点长，油门喷不上来，你大点油门，没事儿啊。哎，还挺快啊，找到乔森了。他不在嘉欣说的那个地点，酒馆的老板说要找乔森得去后三家子。后三家子是哪儿啊？ 好像是距城区东北方向几十公里的一个村吧，我现在租了一辆车，现在过去。你等会儿，什么不着调的人告诉你的地名，就把你给支过去了？你这支队长当初是怎么干的呀？消息来源可靠吗？那地儿有多大面积？多少户人家？路好走吗 ？GPS 能不能定到位啊？你这两眼一摸黑就过去了，徒劳无功也就算了，出了危险怎么办啊？行了，咱俩都一样，都是人生地不熟。 现在有线索就得过去摸摸。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有什么事随时电话啊。我从季杰的通讯录里查到一个长春的座机电话。你是长春的吗？对，我和吉林的特勤人员了解了一下，这座机电话是长春二道区一个小酒铺的。这个小酒铺啊，在当地是很有名。怎么讲？ 东北那边有一个著名的情报掮客，叫乔森。这个人中立刻板，情报呢以准确著称。他的情报啊总是一口价10000。这人呢从来不参与任何违法交易，所以说在黑白两道上呢都有很好的口碑。我想集结背后的买家啊不出意外啊就是他提供的。这个乔森呢，哎呀从来不用手机。 喂，Hello，姑娘。啊，那什么，那个刘永远。喂，五点四到十到。哎，我这信号不太好。自己也小心一下。喂，你说什么？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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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Thank you.
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师傅。嗯。完事儿了，咱撤吗？撤，走。你这小子怎么四六不懂呢？叫你滚，你赶紧就步下驴就得了呗。咋的？非得在我家这整点事儿啊？后三家呢？老乔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也管不着，我就管卖酒。乔森到底在不在后三家呢？喂，他就不在，你能咋的？他在哪儿无所谓，如果你不回答我问题的话，你就把这簸箕放下。这铁锹呢，可能你用得上。我就耍你了，你能咋地？啊？小呀，就这俩下子跟我俩呆着嘎子呜呜喳喳的，你说这真有意思。对不起，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稍后再拨。Sorry， 你好，这是我的证件。之前给你们打过电话，咨询过一位姓关的客人从京港来的，是否住在这儿？有印象吗？有。我们是同事，你给我查一下他在哪个房间。好的，您稍等。他住在5206。是这样啊，我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你给他房间打个电话好吗？哦，关先生出去了。什么时候？有一阵儿了，他还让我们帮他查附近的车辆出租公司。是他一个人吗？入住的时候也只有他自己。您需要留言吗？啊，不用了，麻烦你给我叫一辆出租车好吗？好的，您稍等。Thank you.
师傅，您这车去火山架了吗？没去，没去。师傅，等收摊，您这车去后三家子吧。不去，不去。哎，师傅，你车去后三家子吧。不去，你们找那边问问去吧。找那边问问去。啊，谢谢啊。别开玩笑了，你这师傅去后三家子吗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几个人啊？就我自己。我给你找个车吧，200。行啊。哎，你就穿这么点儿，一会不把你冻死了。走吧，啊。这是300块钱，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包你的车。啊，嗯，好。老大，长一口。既然来了。就整一口，来了，苏志，拿来啊！好嘞，先整一口，暖和暖和，啊！来，80米不要钱，糖蒜1块。这我们自个儿家酿的头瓜，冲管是吧？哎，老板，条森在吗？他不在。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，才有浅浅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，没有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。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飞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，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
黑夜，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站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恒燃烧的太阳不懂那月亮的阴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不懂那星星为何会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